手臂抬高，早啊。确实挺好吃的，谢谢你。哇，夫人好厉害啊！厉害啊！我这胳膊好痛。与剑使齐平，手臂抬高一些，可以省些力气。什么意思？你再张一次弓。你的眼神再近一寸，心动变成虚，落地生根，满天星辰敲落上你。手臂抬高。心有所想。你说什么？日久月深，用星河作证，月亮作文，想要入梦，来探你眼中春。我们前程。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我又没说什么，怎么还害羞了？这把好用心。李烨，你送我的弓我很喜欢，礼尚往来，我带你去看好东西，不见不散哦。这里的流星好漂亮啊，我在漠河的时候常常往天上看，最美的星星都在这里，我很喜欢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怎么了？不对劲。不对劲啊？怎么不对劲？你说明夜平日里要在神君营里待满12个时辰，一年到头枕戈待旦的，现在这段时间还知道往家里跑。结了婚的男人不都是这样吗？不行，我倒要看看这个棒精小娘子到底是何等如花似玉，能让明夜这棵铁树都开了花。你要做什么？走，好久没有去玉清宫了，找明夜讨杯茶喝。